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四月十六号公司中道新闻，我是孔汉文。新闻开始，先来看今仔日的重要消息。既然龙溪洞的观音牌救护站，互人查出来讲用这工业用的碳酸镁，也搁查出来内面有染重金属的这砷加铁。因为现在欠水，雨水的发电差不多都没法度来发电了，今年恐怕会提早在五月下旬来实施限电，工业用电大户先来先。现在说台北市的这个建成不管都做不起来，可能会面临下雨的问题。先开始来看一个真危险的画面，这是昨暗在高雄市发生这警匪对峙的枪击案。一名有这伤害人口加同级的姓陈的查甫人，和这警方炸的啊，准啊含这警方在收留，现场警察是连续开两枪来啊。下到这个查甫人所驶的车，啊，将这查甫人吊伫个车内面，所以这个查甫人就提着枪对着家己的头壳，讲枪声要自杀。经过两点外钟的对峙，警方是主动攻击，最后这个通缉犯是家己也枪要自尽，伤病医疗后即马也搁得急救。第十五暗时，高雄市桂阿路正无平静。八点二十小港分局伫咧国防路中安路口，发现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开车无开大灯，又搁反向撞红灯，想要甲伊砸来时阵，伊就开车逃走。警察伫后边拎了一公里，尾啊伫咧国防路桂边路口，嫌犯的车和一台白色的车撞掉去。警方就甲嫌犯展开两点外钟的对峙谈判。我们八点二十几那个就盘查吧，哦，那追到这里要八点半，啊，所以僵持两个小时，在十点半的时候，哦，歹徒开枪，那我们就马上做一个攻坚跟营救。这个姓陈的查甫人有伤害、杀人等真侪项的前科，三年前以伤害罪被通缉，因为无想要搁再被猎机关用枪逼伫咧家己的边边，叫警方退后。高雄市警察局在这个时阵，赶紧调派保安大队加刑警大队八十多名的警力到场支援。暗时十点半，警方发动强势围捕，前四单的嫌犯伫咧车后座也枪自杀，头受伤。我们就希望他能够那个放下，机械投降，希望他能这样。但是他最后很可惜，我们在这里也有一点，觉得遗憾，就是歹徒他畏罪自杀了。这件事件除了这个姓陈的查甫人目前是受重伤以外，其他好家仔无另外的伤亡。在迄当阵，嫌犯的车就是被这台白色的车撞掉的。死亡的车主十六世纪起来检查家己的车，受到迄当阵的情形，心内也是惊惊。不过十五暗时代志发生的时阵，真侪民众拢好奇围一看，甚至提手机来翕相，现场是真危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些黑心药品，即马唔呐西药有掺着一工业用的碳酸镁，令中药讲有哪有？这是既然龙溪洞的观音牌救苦丹，互人查出来有用这工业用的碳酸镁，也佫验出来讲药内面有这重金属的砷加铁，已经互人要求一定爱回收。即款中药外观印着强量观音的图片，业者强调当地违规，严格和违法部属属检验发现，要向本省公司买工业碳酸镁做核验资，而且内边的砷加铁含量都超过标准，所以十五号要求负责制作量产等新机制药公司及单厂爱随停工停产，所有违规的商品必须在五天内全部回收。前天晚上这个报告出来，那就马上请这个开始启动这些下架回收的一个计划。严格事实上，卫福部是在四月初二就要求业者采取预防性回收，但是在业者提出自主检验报告及结账后，又到重新放在架顶。卫福部出面解释，因为中拄到清明连续假期，加上药品检验需要时间才拖十三天，才确定检出重金属超过标准，而且都不可以。医生是烦恼，那些检测是无机砷，长期大量叠加，恐怕相关甲油脂，甚至有致癌的风险。如果万一里面出来都是无机砷的话，它会伤肝伤肾，然后长期暴露有可能会有皮肤病变或增加癌症的风险。医生提起平常，那些烦恼重金属残留会当加啉水，促进身体代谢，而且卫福部是强调，业者必须在五月十号之前提出厂内改善计划，保证白银的复工。同时，依照违反药事法，罚业者六万到三十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
咱看是这台北传出呐，亲像有这个啊，学生啊，是不中毒，这是台北市怀生国中伫个啊拜二传出有91位学生啊，老师呐，亲像是不中毒，刷来教育局又搁接到金华国中的通报，讲迄一天嘛有20位学生囡仔做回老师，因为提供这两间学校是一间叫做第一这啊餐饮公司，所以这间公司有哪人要求爱全面停产接受调查。一定务必要把这个所有的一个哦，让所有的一个学童的一个损害降到最低哦。那在这比较抱歉，那可是所有的一个流程哦，本公司一定会用最大的一个心意来赶快来做一个哦完善的一个处理啊。那最终还是要等卫生局的一个检验报告。对了，怀生国中甲金华国中的学生囡仔传出漏塞事件，即教育局是紧急来宣布，提供这两间学校的第一即餐饮公司即时开始停止因在台北市所有的用餐，由即卫生局进行调查。啊，即马卫生局有哪只用即一挂可能有问题的即个便当送检验，估计十天内一定知影即个结果。来看就是连锁饮料店，是英国人的玫瑰茶的饮料验出来讲有这 DDPT 的这杀虫杀虫剂，啊，这业者对着赔偿要安怎做是该取讲了两解，主本讲哦是讲啊买几杯就赔几杯，后来又过来解讲用空杯啊来提，今仔搁一解来宣布消费者啊去加这饮料店啊有老名有老姓，得当提两杯费用。连锁饮料店英国兰玫瑰茶原料被验出 DDT 杀虫剂，业者已经以红星报备所有花茶类的商品，验过到底如何赔偿消费者，业者不表示需要提空杯啊提钱，杯子都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对，然后会觉得有点麻烦。真的会来退的也是少数人吧，因为谁会留杯子啊？赔偿措施改三改，原本业者表示口头讲买几杯就提几杯，后来改做提空杯啊提钱，让人质疑无够诚意。业者态度真低调，强调是伫找找对消费者上有利加方便的办法。再去搁再宣布，只要消费者讲出买日期就当提钱，不过必须留下购前资料。只要消费者现在都到我们的各家店面，能说出你的交易日期。好，那您购买的是这个品项的话，我们愿意退两倍的退费。好，那或者是他愿意换其他的品项。好，那对，只要他能说出他的交易日期，那我们也会稍微登记一下他的姓名电话。玫瑰茶原料不合格，英国人表示已经把其他花茶原料也送去送检。除了原料风波，英国人又可能别讲连营收加分店数对比无成比例，敢那是偷走税。国税局表示会进一步查询，也不过目前国部实际了解各分店的营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下，玫瑰冰茶原料到底是对对来？是有数来查出讲，上源头的供应商是高雄的一间原宜木业公司，而且高雄市卫生局有哪去稽查相关的资料。这间公司来强调讲，产地介绍的是这伊朗，因有哪绝对无动手改标签。关于贸易公司负责人特别提出了 SGS 检验报告，强调398项农药全部拢无检出，无清楚为什么卖予英国人公司了后，会有农药超标问题。我们一进来，我们也是就是有去做检验，那都没有问题，都是完全合格的。那他们说他们是从我们进货，因为之中又隔了两三层。关于公司表示，去年八月为伊朗进口一个货柜，总共450箱、4500公斤的玫瑰花，主要供应两间南部经销商，无直接卖给消费者。而且产品介绍拢注明是伊朗，无动手改标。啊，不过卫福部是有数对账，确实发现这批问题花茶可能是为中国大陆来进口，遭到立委批评，官方动作是有够慢。英国人不是英国的，可能是德国的，可能是大陆的。可能是日本的，可能到现在我们食药署都还不知道它到底是从哪边来的。根据我们现在的报单的资料显示呢，确实是有从大陆进口一批的这个玫瑰花。到底是多少所在家己改标签？是有数表示，目前已经移请高雄市卫生局做后续调查，业者实际表示无实的部分将依照新的是安法罚40000到400000，农药超标部分应罚100000到2亿。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是意外消息，位在这新北市三甲的中山科学研究院飞弹飞行测试中心，又过来发生工作人员在处理过期的这火药时阵，来这火药来烧掉，像意外这原来是最近的第二件，赶快拢无赶紧来通报警消处理，就能让新北市的这副市长何玉仪正生气，要求这中科院爱赶紧分析交代。今年二月，中科院飞弹火箭制造中心发生爆炸意外，造成两名军官受伤。结果十五下午五点，中科院又阁发生一位姓陈的人员伫咧消费过期的点燃剂时阵被烧伤的意外。院方是自行用军用的救护车送病急救，因为无伫第一时间通报警消。十六早起，后又伊伫咧参加全中军记者会时阵，批评中科院是家己顾家己，无顾到附近民众的安全。军方在这个时间仍然隐瞒而不愿意在第一个时间通报，而且把上次检讨的置之而不理。我相信这样的行为是大家是很难体谅的。敖友义强调，中科院伫咧事后有派人向伊解释，但过因为联络的窗口无伫咧，才无及时向新北市府通报，讲法是让人无法度接受。军方绝对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再犯这样一个错误的话，任谁都没有办法去容忍这样的一个严重的公共安全的事件发生。中科院回应讲，当时发生人员被烧伤的意外，在确认伤者的伤势稳定了，向新北市通报，会检讨通报的机制。那我们的人员是因为被那个烟熏遭受到灼伤，所以我们就把重点放在这个确定伤势的部分。Okay. 所以我们就没有在做这个消防局希望他们的消防车啊进来做这些打火的动作。敖友义强调，无排除今仔日请消防局的人员立即来稽查消防设施，相当会罚30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就是即个来即嘛面临严重的能源危机，讲唔那是水不够用，连电可能有哪有问题。建设部表示，因为欠水和水力发电差不多拢无法度还发电，所以今年恐惊会提早伫五月下旬就来实施限电，计划要对这工业用电大户先开始限电。四月份启动三阶段限水，搁一未结束，五月份恐惊又搁要限电，无水搁无电，就惊河边将怨叹。建设部长陈进忠赶紧出来说明，强调提早限电措施也未定案，就算讲提早启动限电措施，也以被影响到民生用电为前提。大的用户啊，我们称为契约用户啊，当然是从他们那边啊，可能要先在那边呐、啊、节省一点。那么大的这个用户如果还是需要再往下结的话，可能工业的用电呢、我们就需要请那边呢、做一点节省，不要动到那个，尽量不要动到那个民生了。哎，强调过一份限电会先为工业大户开刀，但过建设部表示目前各地研究，强调即届欠水了后可能受到限电，除了欠水后水力发电会员工停止，火力发电也因为欠水，冷却系统发电效率受到影响，加上台电七大机组，包括核电厂一号机、中部火力发电厂九号机、加大潭电厂三号机等，第一个月份大修，和备转用量率估计仅仅剩3.3%，创下十年来新低。因过热天才出现的限电危机，今年恐惊提早第一个月底发生。我们真的不知道这个政府到底给人民什么样的期待哈？没有水限水，没有电限电，那请问，难道没有水是第一年的事吗？没有电又是第一年的事吗？当然是不得已啊，因为没有人愿意限电啊，这种天气谁要限电？我们在整个国家政策在改变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全民要共同来做这件事。即限水，敢讲又搁要限电，台电表示虽然备转用量遮尼低，但过不一定实施轮流限电，也是要看逐天电力调动发电情况。若是发电机组运转顺利，各位限电机队就会大幅度降低。记者综合报道。嘛，因为欠水，即马袂少，即间区甲河岸分区已经进入第二阶段限水。建设部表示，若进入第三阶段限水，打即石门水库供水诶即区域范围诶工业区，连续两个月产值将会损失300亿到900亿。欠水严重，根据气象局资料，五月底之前，台湾的河水嘛是真有限，恐惊会冲击到产业。建设部评估，若属实施第三阶段限水，连续两个月一礼拜提供5天停两天，敢若是厦门水库供水区内底工业区，就损失会真严重。
连续两个月这样来所谓的共舞停二的话，那影响产值大概300亿到900亿的这个范围。将这一科学院区的冲击科技部强调，每一个产业对水的需要程度无啥相同，目前还未做评估。现在是非常难估计的。如果最坏的打算的话，对我们的产值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我目前没有。我觉得科技部应该要去预估啊。是。对政府面对欠水危机，有真侪委员是真不满，政府只是不断强调爱全民省水来做回体谅，也唔过煞提不出具体解决办法。每年大概漏水18%啦哈，那十年预计十年要降低4%，要变成漏水14%。那志气未免太小了吧？我哪个来加快脚步了？自来水公司强调，日本的东京用20年的时间，才把漏水的比例降低5.6%。台湾估计只要用10年，得使减少5.3%。另外，更是打算要起水价。自来水公司表示，目前并无相关研究，也尊重经济部做全盘的考量。记者陈淑君、陈丽芳台报道。先来看到国际方面消息，9/11了后，美国的禁止苏联的飞行机来进入华府的领空。啊，不过讲最近总理买一架这小型的直升机，主要正是讲这不是恐怖活动，是一个有本事的抗议行动，讲要来促使这国会爱改革贪污。啊，不过就那引起外界对着这华府相关安全的质疑。看到直升机伫咧头壳顶飞。在华府国会山庄附近的游客心内拢惊惊。This is not good, people. 小型直升机最后是降落伫咧国会草坡啊，驾驶随后警方带走无反抗，因为惊讲飞行器顶头有危险的物品。当局是先后出动听诊团机器人甲学生化小组来做检查，附近的几啊路也拢封锁疏散。严哥并无发现任何的武器或者是爆裂物。He came in and did a unsteady landing on the lawn there, and immediately the police were on him and lots of sirens. 根据了解，61岁技术消失，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抗议人士。伊是佛罗里达州的上会邮差，伫事前就已经通知总统奥巴马、地方媒体，并且伫咧网络上公开即边的示威活动。伊讲要甲535张电证批交予国会，要求改革退休机关被大企业收买，到三港游说国会通过协助大企业偷走税的法案的贪腐行为。Violate the no-fly zone, non-violently, intend for nobody to get hurt, and I'm going to land.On the Capitol Mall, in front of the Capitol Building, no sane person would do what I'm doing. 小斯讲，伊家己袂制造麻烦，也毋过那是被声来将会引起更大的问题。为着要执行这边的行动，伊自立即就开始模拟飞行的路线。They expect to be shot down. He knew that was a possibility. Honestly. 在9/11的事件了，美国扩大对华府领空的管制，只有官方的直升机会当降落伫咧白宫甲国会附近。因为小斯伫咧事前就已经4回伫咧宣扬伊的抗议计划，国会的警卫也传好情，随时有可能甲伊射落。在华府发生过无人飞机砸入去领空的事件，搁再加上几工前才发生过枪击案，一个民众开枪自杀的事件。国家政治中枢的安全问题是电量出问题，引起各界质疑的声音。记者综合报道。两天前发生这利比亚的难民偷渡船并船，造成400人死亡的惨剧，有那凸显了这中东非洲的战乱难民因的悲哀。在过去一礼拜嘛，已经有超过8500人行这条海路偷渡要去意大利，所以联合国的难民总署那呼吁各界爱来采取人道行动。两天前，利比亚北部海域偷渡船并船的事件是地中海史上最严重的偷渡船难之一。偷渡船在海上漂流很久，难民一看到意大利的船舰，小 A 小 K 去甲板去平，造成重心被稳并船。意大利军方海空救援，仅仅救到144人，获得救过遗体。不过，根据幸存者的讲法，上部有400人在大海淹死。真侪囡仔经历这个劫难，失去父母，受到严重心理创伤。Past week, we've seen quite a large number of arrivals. About 8,500 persons have arrived from Libya. These are all either com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or
or sub-Saharan from sub-Saharan Africa. 四月份天气回暖，为北归利比亚到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这条海上偷渡路线再度活跃。意大利东桥不论是救援，也够收容设备，电源拢无法度负担。东桥加卡贝调几啊千人归部难民，分别送去西西里岛，也够意大利南部收容所。念高人上过济啊，正紧就站袂住。十五号一天内，又够有400多人，可能送去西西里岛兰佩杜山岛收容所。后即个原本即当收250个难民的设施，超收到1400人，难民即当困伫户外巷道。经过统计，去年有28班为怀疑病进伫澳门，当中17班是为北归坐船去意大利，3000多人死伫半岛。仅仅第一季偷渡人数已经超过去年，意大利海军伫2013年造成360台人死亡偷渡船难了后，启动救援计划。不过伫其他国家无法度斗三工，也够。右派败瓜政党压力之下，去年底停止运作，改由较少规模的澳门边境保护巡防计划代替，让这条偷渡海道愈来愈危险。联合国难民事务局每一个采取行动，导致更加多资金资源，莫让地中海变成偷渡客蒙阿波。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方面消息，要来关心的是空气污染问题。现在这个问题渐渐来受到民众的重视，真侪中南部县市的国小、国中拢开始挂这空气污染旗，提醒大家要注意。有那民间团体表示，现在空气品质这么歹，啊，政府确实无法度。干净空气找不到，干净空气找不到，中南部人受不了，中南部人受不了。话口号，把手中的红旗弹出去。环保团体是大声话，希望政府能听到民众对空气污染不满的心声。这五个月的期间里面呢，其实有85个上课日，有64天升起空污旗。这代表我们有75%的时间，中南部人是完全没有干净的空气的。我们现在的空污旗呢是35每立方微米，35微克以下都是深绿旗。那像这样子的一个很宽松的区间，很可能就会让很多小朋友不知道这时候污染浓度已经很严重。空气污染严重，各国县市开始挂空污旗。目前台湾的设定标准 PM2.5 伫咧35微克立方公尺以下，就当成合格星级。这家美国的 PM2.5 在10米以下才算合格标准比起来，实在是真宽松。环保团体认为讲，这袂当反映真正的空气污染情形。我们要更关心的是，我们实际上污染源的排放标准啊，那是不是都符合世界的潮流？那是不是能够达到我们管制的一个目标？环保署官员回应讲，空污定定的标准也有改进的空间。严国也承认讲，以现阶段中南部的产业来看，想要提升标准，要该考虑到经济效益，也个代替能源的问题。要安怎减少空气污染量，如果未去影响到经济发展，也该正周全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经济部教育委托包商所经营的这台中代理工业区污水处理厂，因为业者未勘察了钱，负责人讲在去年底来失去联络，工业局才来发现讲厂商还阁留落来2000多栋的这劳工根本无清，还阁有真侪处理设备有哪歹去啊？用太空底下整起污泥，放咧代理工业区污水处理厂的仓库内底，这内底阁只是一小部分。另外，阁有差不多2000多公吨的污泥也未处理，因为原本的承包商经营不善，留落一堆问题，让工业局爱家己来处理。他外面的财务状况不好，所以他就认为说他没办法再经营下去了，因为他这家公司已经被人家很多被人家执行假扣押了。不只是污泥无处理，工业局嘛发现污水处理厂内底有真侪设备嘛无啥哩保养，毋是耗能降低，无就是像这个表面曝漆机共款，规个已经故障，工业局初步抢修，让处理厂会使维持正常的运作。已经修到单线的一个单边操作的一个正常操作哈，使这个放流水值我们的改善到60%左右了。工业局目前估计，单台修理的设备要搁编列903万的预算，估计在9月底进前就使完成修复。除了针对违约的厂商来要求赔偿，嘛在12月底进前完成新的厂商会重新招标。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来看是台北的大巨蛋，台北市政府所造成的这个大巨蛋的案件，小组今日提出了相关的案件的体检报告，其中列出来两个这个大巨蛋到底有要留还是要拆的建议方案。其中有些方案就是把这个大巨蛋留落来，按个爱拆掉这个商场的建筑，啊，把这个停车场全面拢分开。第二方案就是把这个大巨蛋拆掉，留落来商业建筑，未来提供公共使用。对着这份案件报告，完成。怕算下晡要对我回应。大巨蛋到底敢有被拆？台北市政府十六号提出大巨蛋的安全体检报告，针对大巨蛋全灾害进行问访。安检小组召集人副市长林清荣公布大巨蛋的五大问题，其中之一是过量增加拥挤，原本今仔当地六万人，扩大到14.2万人，让大巨蛋变成灾害的高风险区。而且大巨蛋还有致命伤，就是商场和巨蛋的共构设计。要商场有一点点的发生的失火。它会立即导入导热，会使得这个巨蛋有强烈的危机，尤其是它的上面的这个覆构并没有防火披覆，轻构架只要热度一够的话会全部垮下来，要及时的抢救，所以我们需要同时来进行，不可能像开发单位所讲的，这个疏散完以后再由我们的消防车来救灾。所以这个是行不通的。另外，大巨蛋的地下停车场在各建物当中连通，消防局认为只要一个所在爆炸，就会连带影响所有建物，嘛真歹防控。而且消防救灾因为设计不当，根本无法度同时来进行，加上大巨蛋周边的空间嘛无法度承受所有的生命障，因此拟定两项方案，一个是拆商场、留巨蛋，全面封闭停车场；方案二是拆巨蛋、留商场建物，未来爱共同使用。这个方案不代表本府的提案，是。安检小组的提案不代表市府，但是我们也没有底线，只是基于要留弹不留弹。安检小组冒电脑模仿消防救灾疏散的路线，经过37天的验证，发现疏散8分钟，各有人留在巨蛋的椅子顶端；疏散15分钟，所有人会踢在出去较袂漏梯；疏散1点钟，也是有人还袂疏散煞。认为大巨蛋的救灾过度真悬，会当无解。伊只小蛋屁股代拔不得。来看台北股市今仔开盘就起49点，即股价来到即啊9589点，盘中是大起了18点，相关来到9645点。今仔在电子甲金融做伙带头带动之下，台股是开盘走悬，宏基甲华硕是做伙起，有哪带动了即电子类股啊，成做盘面的重点。另外即金融股兆丰金、中信金、开发金有哪做伙起，有哪成做大盘反弹主要动力。来看一文是这阿道行，咱台湾无法度成做阿道行的这创始会员国，外界来质疑讲当初要加入的决定是不是太过如此嘞？财政部长张盛浩今日表示，刷来就是要联络和咱关系较好的一挂阿道行的创始会员国，请这国家在定相关的条例时阵替咱台湾出声。台湾不法度成为阿斗行创始成员有外界质疑，当初家己的过程受亏落错，到底下一步变怎行？成为今仔日立法院财政委员会质询的焦点。财政部长张盛浩表示，若是3月31号无送件申请加入阿斗行，即马邱家店表达意见的机会拢无。总共有哪一个或哪几个被拒绝当创始成员？报委员，他们的网站哈没有啊。显示所有申请的国家没有平等尊严，我们不会加入。我知道主权在我了。张盛浩表示，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真困难，台湾处境大家爱面对现实，不是自己要如何就如何。所以爱联络关系北拜阿斗行创始成员国，请这国家在制定章程时阵替台湾发声，莫矮化台湾。另外，要用什么名称加入阿斗行？央行总裁裴华南强调，中华台北是最后底线。有些人表面看起来就是中国的台北，会不会我们参加亚投行也被矮化成台北 China 会吗？我们政府已经表示了，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名称，我们的底线是 Chinese 台北。
佩华兰表示，参加导航会当为台湾争取参加国际事务的机会，加其他成员国有更加侪活动，对台湾参加开经济整合、对外签 FTA 极有帮助。不过，佩华兰也讲，导航资讯无够透明，亲像无人知影伊人有送件，伊人确实顺利成为导航创始成员国。到底有偌济国家有送件，确实无成为创始成员国，这条唔知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到在地方面消息，下当恭喜转台湾最后一台，互人恭喜这塔马士小火车的花莲中油油罐车的拖车头，在后礼拜来最后一届运送的任务了，特别来退休了。这消息好正，这火车迷是有够唔甘。市桥老板在中油服务超过三十年，油罐车拖车头被司机慢慢开出来一车，因为代替油料运送业务，中油代收集团承包，中油必须停止火车线路运油业务，好真侪靠这道吃饭的人将会短暂失业。剩一个礼拜，然后可能这个事情就结束了。那我们在这边工作的人，所有的业务要结束，那劳务的人可能就没有工作好做了。不止中油相关运油人员失业，小火车停开对铁道迷来讲更是唔甘，因为大家拢叫伊是汤马斯小火车，为民国68年开始服务到即马，全台目前只剩这一台，要退休，阿伯想要在铁道顶面阁看到伊，可能无机会咯。我们中油也是很对这个火车罐装的系统觉得很不舍，但是时代的往前移哈。我们也无奈。中油表示，这台油罐车拖车头要过一礼拜才退休，中油将会放一个月时间，让铁道迷或者是民众来欢送。要带身份证明文件，因为进入花莲北埔油库区必须办理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在花莲的水水的基皮部落，主本有一个爬远去的蠓仔罐底下饲蠓。啊，在部落阿比族人因即马正细腻的经营之下，这几年变了正有名这基皮文物馆。啊，不过最近讲乡长雄雄叫主本的工业团队，甲首饰搞出来袂当入去，有哪乎因部落的族人正受气又搁艰苦。在四月初接到水尾乡公所通知，专门展览阿美族吉米部落文物馆解说员必须退换，公所就派一位布农族林片林员进驻，拄到观光客唔拿白条导弹，国公车自行参观，和部落阿美族人真生气。是这边的阿美族吗？我是乡公所的人啊。对，完全不解说啊，为什么要请了布农族来做解说员？荷兰石头的解说员看不到其用钱解说自己文化，这条破线背后确实让森林解说员加手加手情。事实上，新上任的乡长是去部落化归，爱原本地者经营部落导览的组成，交出首饰退出。这个是我管的单位，嘿，我可以不要用这个临时人员。我一个礼拜你们的东西，你们协会东西拿走，我现在正式迁出去了，我们自己来。乡长的强势，和十年前不满批评十年前这搭根本是蠓仔馆，那么是部落青年回乡拍拼做文化生态顶斗，但那有可能有今仔日的规模。每次想到就会掉眼泪，因为我们十年前很多老人家真的都是牺牲自己的时间，然后默默的付出。博物馆的经费主要来自观民会，观民会也发文求建筑肯按部符合标准。不过乡长强调有临时权，平时行政体系当地族人只好召开部落会议，不排除包围乡公所。部落是愤怒的，甚至不排除说会有很大的动作，说来做抗议的动作。基比部落会议决定，博物馆应该和乡公所甲部落共同来管，临时的部分爱遵照相关行政法条，唔准乡长乌白糟蹋阿比族文化，是不是会有更加大的冲突？怪看乡长的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另一个消息来看，是台中的这黎明新村内面有一条这溪流，生态真丰富。暗过民众是积极，讲市政府涉嫌将当地这条溪流加绿地卖予定位公司，我们若要规划做这建筑用地，也阁拍算甲原来的这溪流吞落边，这未来可能会造成淹水哦。罔顾居民权益，罔顾居民权益，坚持沿江保留，坚持沿江保留。居民站在溪边大声喊抗议，讲到这条溪可能因为中卫被划归店面，居民心内真不甘，更加烦恼失去原来排放功能，大雨一来会造成大淹水。我很担心淹水问题呀、啊，而且它现在摆是活水，它现在那边阻断变成没有活水。原本以前这个是整个灌溉沟渠，然后还有稻田可以排水，
现在他们地也填高了，都比我们这边高。这条小区台中南屯的黎明溪市场，内底水真清，常常因看到大小只鱼啊游来游去，生态真丰富，更是居民成长的记忆。因为这地势较低，也有排水的功能。不过当地居民指出，坚持护食盐将只留给部分的绿地，未予财团规划成建筑用地，引起真侪抗议。当地里长也认为，地部变更定数有问题。啊，你把它填平以后，这个排水系统怎么做？没有交代清楚。对不对？我们的保障在哪里？我们财产是没有保障在哪里？国民认为，市府为着财团不止欺骗利民，牺牲原来生态甲社区生活品质，甚至趁着市长林佳龙出国，中委会都家己去抢位啊准备时间。而市府表示，将会进一步进行沟通。林立局也认为说，真的有留设之必要，所以我们才会留设，同行委也同意，所以这个共识是有的。市府表示，目前中委会停止施工，也将申请更改，查清楚工程是不是用到无该用的公园绿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生态，嘛要来看到台南的巴克里公园哦，因为迄个所在有灰金菇，而且生态做了袂歹，嘛真出名。即马台南市的公务局有那采取了高价的进度来进行因的第二期的工程，同时有那保存这草坡啊，这环境啊，即马讲有愈来愈侪灰金菇出来了。每当到了四月到九月的时阵，台湾各地拢会举办看火金菇的活动。台南巴克里公园二期工程为了保存原有的生态环境，干木桥是利用架插头步道的方式，成功为火金菇营造基地。架在那个原来我们要人走步道上架了木栈道，那木栈的部分就是说让昆虫啊，或是说其他的动植的动物会融。从木栈道下面空间钻过去，那我们人就走木栈道上面，这样相互都不会受影响。插头的步道完工之后，佫特别保留原有的自然环境，所以火金菇的复育是相当的成功。火金菇的栖地嘛，四界的扩散，就连附近的台南富都心也有火金菇出现。同时，今年欠雨水的状况对当地的火金菇繁殖也无影响。哦，我们这边旁边有一条排水沟，你看那个水非常清澈，啊，那个水里面有很多螺类，啊，那个螺类啊，在萤火虫就在那边吃那个螺类，没问题，因为我们这一条河有整年都没有干枯过，啊，每年都在这边生生不息，在这个在都市里面，在自然状态之下能够养萤火虫，这个在台湾是很少见的。巴克里公园在三月十七号出现第一只火金菇之后，观察到目前数量无多，但里长表示，大约在四月底到五月中旬，数量将会达到上多，是看火金菇的上好时间。嘛，呼吁民众看火金菇的同时，嘛要好好爱护这个所在，让巴克里公园成为都市当中看火金菇的圣地。记者文进行台南报道。台湾有一对这同齐伴侣梁宗慧甲朱佩萱，为着要争取婚姻平权，去加拿大来摕到结婚的证书。啊，不过倒转个台湾，要向户政单位来申请登记时阵，是予人退回，从那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为了争取婚姻平权，有一对女同志站出来挑战司法。一个是梁宗慧，阿个朱佩萱，两人做伙已经七年半，虽然因为在台湾无法度得到合法婚姻，婚姻在生活顶头无法度得到公平的对待。最受到限制的一次就是我的伴侣因为急症住院，那我却没有办法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因为我不是他的亲属。想要一世人拢做伙，两个人甚至搁去加拿大摕到合法的结婚证书，想要到倒来台湾，说服家己的国家的法律排除在外，所以因只好提出行政诉讼来维护权利。一个外国的政府承认他们两个的身份关系，能够肯认他们之间的爱和承诺和异性恋一样，是一样有价值、值得被保障的。可是呢，自己生长的土地和国家却反而呢不认可他们的关系。之前已经有两对女同志不合户政单位不婚的结婚登记，拍行政诉讼，得到法官鼓励，会使用释宪的方向来拍拼。即摆梁宗慧甲朱佩萱搁再站出来，用连续的方式，希望政府会使重视同性的婚姻。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莫迪哥顶个月来算是讲要甲全国的这中小学的网络提升到这光纤一百米的速度。啊，不过有几呐的这教育团体今仔指出，即卖问题唔是伫个速度这部分，是全国的中小学网络收费拢无同款，有诶偏远地区学校是收愈贵哦。
教育部要推动数位学习，学校网络是真关键。全国3300间中小学，有90%是中华电信投标建立，频宽上少100米，收费煞无同。新竹市频宽1G每个月6000，嘉南市频宽100米每个月4000，南投县100米敢那收千七，即所比煞是1:70。高雄是较少，一个月200米收2500。光纤已经建制完成了，可是为什么，尤其是乡下地方偏乡地方，它收费反而比城市这边还要高。每一个县市网络收费不同，也是不平等。几落个教育团体要求教育部采取联合议价，避免资讯不对等。教育部解说已经跟中华电信有初步的共识，采取全国统一最低价，在。就是有四个集聚，大家可以依照这个各县市可以依照这个四个集聚去选择，不增加经费，甚至还是可以降低。也就原来可能它是20:1，它可以选择，譬如说4:1、3:1、2:1、1:1。教育部讲，即马先为降低即所比来拍拼，提升网络的速度。而即马无法度联合议价，但是中华电信答应费用会比即马降低10%。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台北的建成医院啊，讲改建了，较安那做生意拢做袂起来，啊了钱了甲稀烂的，而且台北市政府嘛已经通知厂商，即马契约无要阁继续签落去，真有可能会拆掉这建成医院啊。啊，不过当地一寡这生意人甲民众是有淡薄唔甘，有人唔盲讲看是毋是通做一寡改变，当地里长是建议啊无卖拆，转型来做文创园区。因贵是台北市出名的小吃圣地，建成医院即马冷冷清清，附近商店的生意也无介好。目前新设的台北医院公司，租约会伫明年7月底到期。台北市政府已经通知厂商，外国继续签约，有可能拆掉医院。店头家有淡薄唔甘，不过也希望做一寡改变，恢复上款的欢迎。现在也没办法带人潮啊，现在都靠陆客了，一些陆客到宁夏夜市而已。啊，这边就很少人来。他这个都没有生意啊，都变成这里人变得好少啊，所以换一下也应该 OK 啦。建成医院一直是到台北人的记忆，即马却是变成上大帮阿馆。当地民众甲常常来遮的台北人，希望政府提出起票改善。当地里长更加呼吁唔好听，转型做文创园区，还不如就给他改成一个像文创的、或者是艺文的啊，然后就陈列一些。这个圆环大道城这边以前的旧特色，结合迪化街那边大道城的文化，都要把它拆掉。我觉得这是非常比较可惜的地方，是说应该是朝着文创或者是展场。到底敢要听市府个建议，会伫个五月份透过公平甲闭馆，甲社区民众共同讨论医院的备台，也因为医院无停车场，备台会以非商业活动为主。在这种交通配套没有办法完全搭配的情况下，做商业使用的确是会是一个困扰。所以呢，未来基本上我们不会再以商业使用为主。建成医院在马市府时代改建，不过厂商进驻了后却是一直掉钱，唔那部建筑顶条，等到后附近的顶下夜市吸走商机，医院被拆掉，成为公园绿地，也是在建筑上重新整理，市府怪听大家意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这贯穿的改革，有诶，这贯穿这前兆了后留落来，这旧诶这管辖的治安问题，这高雄中央合群新村，即卖讲搬到干那村十号，而且说出来做那漳州一挂在耍这生存游戏 BB 枪，上好诶阵地哦。讲有诶，迄困咧一困头都困啊，十个人摕这 BB 枪伫这贯穿内面安尼射来射去，互一个住伫遐诶当地人根本是惊甲唔敢出门。差不多拢搬空的合群新村，落的是无啥人。严哥伫咧巡视里边，发现涂骹拢有只白色的纸啊。随手一捡，原来这拢是 BB 弹，生存游戏伫咧耍的时阵所留来。甲冠村做战场，严哥村内其实也够有少数冠村户也未搬走，那听到枪声拢唔敢出门。我绝对不敢经过，你在那边做这个危险动作，万一有车子经过，或者有我们小朋友不小心出去啊。你那个枪打到，他们有戴护目镜，我们又没有戴。唔那安尼，有一挂已经搬走的所在，也和民众乱弹粪扫，过一挂流浪狗规定伫里遐，
附近的大户都唔敢外滚。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因为你这个老旧眷舍已经拆成这样子了，而且管理上面说实在有困难，包括里面的如果说电线走火，或者是说流浪汉在里面住导致失火。高雄市政府甲民德建业合群赛冠军指定奖者冠军文化景观保留区，李长认为保留区限制国军听读冠军，希望划出保留区。燕国市府讲会甲军方沟通，加速保留区的活化利用。在明德的部分有代管了几户，那另外在建业的部分，我们最近也推了以住代户的政策，那希望由文化局跟军方共同来做这个眷村文化的保存。那不过我们还是要求军方这边能够重视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能够投入更多的心力。市府讲保留区的发展需要时间，短期内会先解决居民基本的安全问题、环境问题，请各军加强清洁，治安部分会请警方协助巡逻。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是韩国世界号沉船的事件，到今仔日拄好满一周年，加上除了坐游轮出海来追悼死者，我们搁一个要求政府爱来把这船体扶起来，继续找失踪者的遗体。而且韩国政府讲会伫最近都做出决定。渡轮伫海上摇摇摆摆，世界号事故满周年，遇难者家属提着花到冰船的地点，大声喊着死者。鲜花水果一直飘入海中，亲友的悲伤情绪充满着整个渡轮。就算事件发生一年，也是真多人惊不出伤痛。보고싶어서미칠것같습니다그이상더어떤말을해야될지는모르겠지만너무보고싶습니다가슴이미어지도록보고싶습니다난이렇게바다색깔보는것도비참하고처참하고아픈데2014年四月十六号，韩国世界号渡轮因为改装船体，致使超重沉船，让超过300多位学生船员死亡。因为还有九人下落不明，加上要求高船体找找失踪的学生遗体，得到64%国民支持。当局也开始调查高船的费用和方式，有够可能会开超过新台币26亿。인양이기술적으로가능하다고결론이나면실종자가족과전문가들의의견과여론을수렴해서선체인양을적극적으로검토할것입니다因为事故发生了后，民众认为救援行动无够完善，政府对外言论也一直改变，和总统的支持率是跌了真紧，后续处理当局可能要更加谨慎。记者综合报道。其实，这罹难者家属唔呐，伫个今仔日坐游轮出海去哀悼，因也个啊一路啊对因的故乡鞍山游行加首尔，就是要求政府爱予因真相，加这法令定好，严格管理船只安全。韩世国号船难将要满一年，暗个罹难者甲生还者家属伤痛，并无随着时间的经过而过去。2014年下半年开始，加上公开要求制定《世界号特别法》，希望借着予伊调查权甲起诉权等公权力强制投入调查船难过程甲责任。不过面对加上要求政府立场真消极，调查也私下达成协议，摆渡予伊搜查权甲起诉权，加上就安尼展开连续示威抗争。咱摆渡办难，访问了有200多位学生，中心大海潭园高中。这里是台明高中2年7班的教室，参加夏日旅行却因为船难而没有办法再回来的孩子，他们的桌上摆放着照片，还有父母、同学与亲友们为他们准备的纸鹤、鲜花和小礼物。亲像安尼教室都超过5间，伫苏醒离开人世间了后，才藏满了亲友所写的悼念文字。一关一头，照一教室，暗过却予人感觉真心酸。今年四班的郑车雄原本应逃出村外，却为着动物而牺牲了家己。물을너무많이먹어가서운동하라는데친구애들다내보내고지는못나왔어还有一年6班的崔德夏，他是第一位向依旧通报世界号出去的学生，不过当时救援当局却以为是诈骗电话，最后他也没逃出来。晚上记者来到鞍山市船难分享所，这每天都会举行天主教弥撒，很多罹难者父母都会来这里接受宗教仪式，减轻自己的痛苦。저희의경험
지질러진 이번 세월호 참사로 시신조차 수습하지 못한 실종자들과 어이없이 세상을 떠난 희생자들, 당신 나라에서 영원한 행복을 누릴 수 있도록 허락해 주소서. 주님 자비를 베푸소서. 우리 대해서 그걸 밝혀서 내 후손들한테 다시는 이런 일이 없기를 바라는 거예요. 그래서 길거리에서 저 삼보일배하고 무릎에 달도록 삼보일배하고 광화문에서 전국에서 엄마들이 이제는 해외로까지 가시잖아요. 알아달라고, 진실을 알게 도와달라고 그렇게 얘기하는 거예요. 一年要过去啊，罹难者甲生还者家属确实更加心痛。伫困难真相也无清楚之前，这个春天对来讲依然是真凄凉。记者综合报道。台湾是美国白宫宣布要将这個古巴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黑名单来删除了。啊，不过当宣布要投入这個、总统选战的共和党的参议员欧比卢比欧是随跳出来反对。另外，这個美国对着古巴实施过十年的贸易禁运的措施，当时会当解决的，这一案要由这美国国会来做决定。北京发言人厄尼斯特证实，奥巴马伫礼拜日已经通知国会，决定甲古巴自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除名。这份通知文件讲，根据国务院评估，古巴政府伫咧过去半年来无提供国际恐怖组织任何帮助，古巴也保证未来未有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行为。美国这项决定为美国关系正常化扫除了障碍。消息传来，古巴人拢表示欢迎。Que ya era hora, era hora ya de Cuba se diera cuenta que Cuba no es lo que dice en el mundo entero y que era hora incluso de que ya se restablecieran las relaciones diplomáticas entre Cuba y Estados Unidos. Me parece una buena intención de parte del presidente, buena de su parte. Y pienso que Cuba no debería estar en esa lista.严格美国国会有反对的声音，包括古巴的民主党参议员梅南德兹，也有独家宣布被参选东来总统初选的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拢指控古巴在印度大地哈瓦那美国投反就是支持恐怖主义的行为。They harbor fugitives of American justice, including someone who killed a police officer in New Jersey over 30 years ago. It's also the country that's helping North Korea evade weapons sanctions by the United Nations.美国国会所在来当地45天内面反对奥巴马这项决策，但奥巴马也是有最后的决定权。美国古巴关系加速的改善，后一步就等美国重返哈瓦那接待使馆。只有美国当时要解除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将是所在来两个国家改善关系重点。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的超市，会当讲是竞争正激烈，为着要和社区会当来交陪做朋友，争取社区民众的消费。第一当间都有一间超市啊，伫店面的二楼设立这托儿中心，加这个餐饮教室，和民众有这啊共同会当来分享的场地。来看是公司记者因伫当间的报道。有开门，整理规片真快的空间，明亮落地窗，加布置地板上的幼稚游乐器材，什么人想袂到，这是超市复式的幼稚工厂。で皆さんね、このアットホームな雰囲気に誘われて、地域の大きな家族の小さな空間といって、小小的厨房量加各种放伫壁角的石头面，会当好来家的囡仔耍加加照。书橱中放着积木加册，和爸爸妈妈会当带着囡仔同齐来看册。户外游乐场铺着绿色地毯，看起来就像自家的后庭同款。托大人囡仔拢会当耍甲真欢喜。为了用力在地生活，即间社区超市顾虑着当家生活，寸土寸金，未少家庭中根本都无。空间会当予囡仔耍，特别伫二楼辟出一个空间，予居民伫假日时阵会当带着囡仔亲子同齐同乐，也阁当借出蹲亲睦邻，予社区的爸爸妈妈交换幼稚经，拄着有代志要处理，也会当暂时请工作人员加其他家长帮忙看顾囡仔。除了幼稚工厂，每个月也阁固定设置个煮食课程，用超市内所备食材教导居民做菜。下の硬い部分を切り落とします。で、同じ大きさにしていきますね。でこれは春巻き用なんです。社区超市的优秀经营赢得居民的信赖，寓教于乐的东西也成了社区真正的一份子。记者综合报道。
是伫北部地区，温度是23度到31度；伫中部地区，温度是25度到31度。在南部地区温度是26度到32度。在东部地区花莲有落雨机会，温度是24度到30度。外头的朋友，金门马厝温度是21度到27度。以上就是今天的重大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新闻最后带你来看这日本网络正古锥的恐怖的影片，我是看阿文，咱再会。